掌声欢迎两位贵宾也一起听音乐，再次把场子交给旺福。呼！哎呀，既然市长都来了，那我们让他看他看一下那从来没有看过的表演，好不好？来，你们要，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。对，你们是要付出代价的哦。来，大家呢，这场呢，只有这首歌就好，好不好？站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跳舞，好不好？不用啊，这样后面我们看不到。啊，那前面，等一下，你们可以坐着，因为怕后面的有很多小朋友会看不到。来，我们来，那就是坐着人只要跟着手部交给，把你们两只手交给旺福。对，我们来示范新的国民健康操给那个市长看，好不好？来，这首歌呢是旺福的。对，刚刚因为主持人有提到小旺福嘛，旺福在多年前做了一张给台湾的小朋友的摇滚音乐专辑，然后这也是其中呢很表现旺福精神的一首歌，所以到现在旺福的表演都还是会持续表演这首歌。对，什么？他刚说什么？应该不是在跟我们对话。哦，拍谁拍谁？对，就是对，今年呢，旺福也会发行我们新的专辑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那至于呢，大家所期待的小旺福呢，今年也会有相关的活动，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。我们希望可以台湾的小朋友更多很好的音乐。那这首歌呢，就献给现场所有的小朋友以及大家心里面的小朋友，很多鹅。挥挥手，摆摆头，我们一起去郊游，真快乐，真快乐，快乐并不是要理由。小山坡，小河流，天空飞过一只鹅，两只鹅，三只鹅，四五六七八九十鹅。听那公鸡叫咕咕咕咕咕咕，听那青蛙叫哦哦哦哦哦哦，我们一起来齐唱和。所有来现场的朋友们，帮自己拍拍手，谢谢你们跟旺福一起跳舞，谢谢你们参与今天的活动。旺福很荣幸可以成为闭幕表演的乐团，然后我们也很开心今天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，然后很开心呢，现在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活动呢，可以让大家听到很多很棒的好音乐。那呢，今天要很感谢主办单位文总，然后感谢所有来参与这个活动的每一位，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，帮大家拍拍手。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假期，明天不要有 Blue Monday。 快乐并不需要理由，大家永远都记得在听旺福的时候是最快乐的。最后一个字呢，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唱，站着的人呢可以就是现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原地自转一圈，你就会感受到现场的正面能量，待会你们就知道了。来了，准备好了，一二三四，有